现在是 Jamal Smith 带球过半场。Hammer 给地板球拦下 Edgeman， 滑了一下，再起受到莫巴耶干扰，但 Edgeman 再抢进攻篮板，拦下再上还是没有投进，再抢篮板球，再上再一个反攻被莫巴耶打下来。中间林彦廷抛投出手球弹出来，林彦廷自投自抢。尤爱哲收球，将他左手的挑篮插板得分。林彦廷退出来，再找莫巴耶，要打一个配合。这球好球 ，nice pass，nice pass， 第一个林彦廷得分。真的是够高啊，出手点也高。尤爱哲没有人看守他，尤爱哲上篮得分，两个进球将分数打平了，8-8平手。回来之后，莫巴耶。吴志凯晃下之后转身飞的位，球弹进。吴志凯再到底线外围，林彦廷的机会拔起来出手，莫巴耶抓下进攻篮板。莫巴耶晃下之后左转右转单手的抛射球进。对的，他在禁区里面就是有38.5，算是蛮够水准。哇，这成功的防守，节奏掌握在中华白队这里。右尾晃一下之后，再回给弧顶林彦廷，林彦廷变换节奏切进来，没有太好机会，回出来去找弧顶的将军。有了，出手有三分球，压哨的三分，而且是在首节时间终了之前。